在演唱过程当中，红色歌词使用怒音，绿色歌词使用 R&B 的转音，蓝色歌词使用海豚音。在音乐结束之后，完成度最高的姐姐获胜。我觉得哈，艾拉对派输了。等一下，没有没有，还得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你不是派出你吗？我有要求。好，什么要求？我来。贾文静，贾文静，贾文静，贾文静是贾文静是谁？是一位新的成员。贾文静，贾文静老师原来是这位。贾文静真好动。现在看上去已经不太文静了，感觉。哎呀，小学同学吧，贾文静啊。菜分少，快，菜分少，分少，分少。菜分少，菜分少，分少。音线你要唱吗？海豚音是从哪发出来的？哎，对呀、啊，海豚音是啥意思？这里吗？绿标转音。蔡少芬，蔡少芬，出来你干嘛？我们三个一起呀、啊！蔡少芬，你就用米奇的声音唱，就是海豚音了。米奇的声音就是海豚音。我相信，这在中国音乐史上将会是浓墨重彩的一天。没错，蔡少芬，你人生代表作要来了，加油！唱歌啦，来了。算了，这样有一些了解，说过的话不会为此而写。一起走，发现你的脸，一直陌生不畏，抓住手啊！天，世界还是下雪，冷的让我无法多爱一天，冷的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。我来看一下，我不听。让风吹走，好烫啊！不行，小朋友。你吻别在狂乱的夜，我的心等着迎接悲伤。他叫我贾文静，果然是贾文静。伤悲唱成悲伤，悲伤悲伤，果然是贾文静。伤悲啊，不是悲伤啊。让你唱歌词，你不要把自己内心的感受给唱出来。